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炒的这个卷心菜，然后红烧排骨，香干炒肉。这个香干是潮汕的那种白豆干，特别好，它炒的不容易烂。这个汤啊，我吃完了再打扫的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炒的这个菜苔、菜心，然后紫姜炒肉、豆芽，然后这个是豆腐卷鸡肉，还有一块这个霉豆腐，这个霉豆腐特别好吃。
你们可以试一下这个紫椒炒肉，好好吃。一点都不辣，这个紫椒。拜拜。